具备的能力，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人，面对整个舞台跟机器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艺人。下一位，林君怡。各位教练们好，各位妹妹们好，我叫林君怡，同时我也是这一次的复读生。加油！Hey, are you ready? Cream is back. 姿势一样的姿势，结尾你们俩。他一特点啊，就是他用力的时候脸都特别狠，然后他有杀气，然后一起来的时候立马跟你微笑。快点那吧。很形象。其实林君怡我第一期见过，然后跳舞挺好的，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挺遗憾的，而且当时你第一季第一轮就淘汰了，而且很少有那种 A 班一轮游的，你知道吗？宝贝，别哭，别哭啊！我哭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其实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叫刘念的女孩，都是从101出来再次回来这里的。就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小透明看不到。等一下啊，这种事情不应该哭着说。加油加油，今天女生最漂亮。就是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小透明看不到我们，就是还说我们这次啊是复读生，但是其实那又怎么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尝过挫败的滋味，所以我们才要更加的勇敢，所以这次我们才会更加的无畏，所以我们来了。是，我觉得这一次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能展现你自己，真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再次回来，其实鼓起勇气是最难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都做到了。我们坚信自己是有光芒的人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起舞娱乐的李子梦。他在天天向上一直有伴舞的工作。对，都有和教练们同台过。好厉害，真羡慕。我是来自 Top Class 娱乐的沈小婷。五年期间获得了50多个奖项，国标舞对吧？对。妈妈，太羡慕了。我是来自天浩盛世的江凡。我也认识，这是我一巡的时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白色系的陈星月。陈星，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心里。
有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心里。我觉得你们不用对我抱什么期望，我简直就是兵马俑。最后一位，我们要掌声鼓励他。最后一位，高植。嗯，可爱的哦。他好可爱啊。各位教练好，我是来自托福万文化的高植，给大家带来一段我也自己编的舞。高植我认识，对，之前那个我二巡演唱会的时候做过伴舞，他跳舞好我本来就知道了。他还教过好多的那个明星那个艺人来，他是本身就是他是教练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加油加油，别紧张。太厉害了。高植属于完全就是跟着音乐走的，因为本身可能练了很久舞蹈，他就是知道在哪个方面利用自己的身体，利用自己的力量。高植这个就很有那种欧美 swag 的那种 dancer 的感觉，专业，没话说。我觉得在这里，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看过的人里面，我觉得高植是让我无法挑剔的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尽快合一一下吧。第一舞单嘛，还是得舞蹈实力。你要没有舞蹈实力，必须得舞蹈实力，让他们 battle 吧。对 ，battle 这个很厉害。这两个人我觉得对后面的哪怕对高植来说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不够的水平。对，我们商议过后决定留下的人是敖心怡、刘先宁、林君怡、江丹、高植还有陈小婷。谢谢教练。李子梦，李子梦加油啊！最后一个人，陈星夜，恭喜你们！那没有叫到名字的学员请归队。很棒，弟弟很棒，加油加油，弟弟很棒。我们第二轮比拼呢，我们分成四组，两个人听同一段音乐，两两上前 freestyle battle。但是音乐是随机的，就这个音乐只要一响起来，你们就要马上跳。产生最强的舞单，四人。加油加油！哇，这肯定很好看，我最喜欢看 battle。我真